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上雅游戏实况。那我们就回到《Light and Darkness》这款奇幻 RPG 游戏，继续吧。我真的好喜欢他这个选单哦，真的非常棒。我上次从哪里？哦，这里。他在插吗？啊，瑞沃辛苦了，你也辛苦了。上面写着"永远的英雄久乐"，还有小猪猪。这里是哪里啊？杂货店吗？这叫什么来着？伊利亚的跳绳，29、30、31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，不能输啊，男孩。同样身为男性，不能够输的意思吗？这里是，可以斜走这游戏。这是武器店吧？武器店老板，小兄弟，买武器吗？果然是武器店。可是哦，在这里，我没有钱。这个呢？女子，突然有点怀念起四人冒险的日子。四人冒险好像是 RPG 的精华吧？以上锁。以上锁。好吧，那就是不能让我们随意看的意思喽。这个呢？这里可以出去。防具店吗？老伯，真的，这些都是新品，看看的。No， 买不起。这里应该也是上座的，果然。不过那台钢琴为什么放那么角落啊？走过去弹的时候会有压迫感吧？伊利亚的，这个是什么？能上去吗？这边就是小猫咪。我还是很想说，为什么完成任务却没有给我奖励呢？我好难过。这个要去挖材料，挖什么材料？好吧，那大致上的探索应该就先这样吧。我刚是不是穿过那个女孩？是不是？九音姐姐好。怎么了吗？心情看起来不错哟。听我说，我发现了一个秘密。是什么呢？我在学校有看到幽灵的样子哦。看你这反应，幽灵，真是的，我这个妹妹一天到晚总是在说幽灵，会不会中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？不干不净的东西是吧？这里呢，是什么？伯父伯母不在吗？好像是，可能在邻居家聊天吧。不过还是先赶紧找游历会长吧。这边是主角他家的意思吗？挂钟面包。那现在应该没有什么东西要探索了吧？好吧，由伯父伯母的，冲啊！交还任务，要去哪里交？这是什么？不交还任务吗？这里是去哪里啊？谢谢小慧，小猫已经找到主人了哟。太好了，可惜的是居然不是我。已经很多猫了，开销不会很大吗？不对啊，为了猫什么都无所谓。他的对话有变。这里呢？那个工会在哪里啊？这里吗？为什么这个地方不能上去？这里有一个洞，上锁了。绕了半天，结果忘记工会在哪里。那这里吗？也不对啊。球大了。这里有这么大一个。回来了吗？快点进去吧。最近我们会非常忙，加油吧！非常忙？为什么？会长带着一群人去外岛了，所以只剩下几名成员在城里。进去之后，游历会长会跟你们说清楚的。等一下，他刚不是说会长去外岛吗？那这个游历会长，会长带人出外岛？据说是要执行大型任务。好了，我也要开始工作了。
先继续再说吧。所以他们是有两个以上的会长吗？是一张新的委托单？没有任何委托单。没有没有，是一张旧的委托单。嗯，哦，这里有水池。稀稀疏疏，稀稀疏疏。不好意思，领主现在短期内不方便见面，需要先行预约。你在门口扫地吗？好认真。那就进去吧。走走走走走，哦，好多人哦。奈，会长，他们回来了。尤利，嗯，所以说今后，啊，小英，你们回来了吗？嗯，尤利姐，小奈，我们回来了。小奈，不好意思，等我一下。总之就是这样，以后肯定要辛苦点了。那么就到这里为止，各位赶快去干活吧。惊叹号，人真的少了很多耶，为什么只剩下你们这一组？等等，尤利会长就会告诉你们了。鹰之团 A， 不过你们还是老样子，一起行动耶。嗯，已经习惯了。这家伙可是很好用的说，那也超好用啊。嘿，嗯，还是算了，我们也该出发了。那我们也要出去工作了，一起加油吧。啊，嗯，加油吧。好了，接着你们是最后一组了，其他人都已经知道了。发生什么了吗？是发生了什么没错，不过在这之前，小英不快点跟姐姐拥抱一下吗？我很担心耶。爱心，不用了啦，我又不是小孩子。真是的，不知道几年没跟我撒娇了呢，我可是随时会都欢迎的哦。就是傻姐姐的意思吗？才没有呢，妹妹的 眼神已经整个死了。不过这么快是你们呢，其实我之前也打算去找多一点的人帮你的，帮你们的。总之这次你们也想的也辛苦了。那么希娜手上扛着那个就是赤蛇团的成员吗？你随身扛着吗？所以你我们刚逛街的时候你一直都拖在手上意思吗？嗯，他应该就是这次的队长。噔噔，小奈带这个人下去吧。了解。我们刚去找小猫还是买东西的时候他都一直被我们拖着吗？好可怜哦。虽然你们才刚回来，不过很可惜，没有时间可以休息。两个会长加上你们的会长，总共三个会长带着一票人出外岛处理事情去了。出外岛？真的假的啊？而且还是三个会长，这可是头一遭哎。嗯，是真的。前几天有外岛的使者过来请求我们帮助。会长他们怎么出发的？在这之前，为什么外岛的人可以过来？外岛的人是乘着用铁打造的巨船过来的。他们的科学技术和我们完全无法相比。用铁打造的巨船，所以他们巨船不会被巨浪所影响。嗯，没错。那会长是去外岛做什么？我想他是被好奇心所吸引的吧。而且这也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外岛的居民。说实在，我也很想去呢，可是又不能放下小樱。然后按照使者的说法是要驱逐暗之末裔，我想大概就是驱逐魔物的意思，所以你们的会长法兰德就率了一票人过去了。为什么驱逐魔物要带一群人？我想多半都是因为好奇自愿跟上的吧，看热闹的群众。嗯，对哦，都是自愿跟上的。所以说伊利亚德的众多好手几乎都不在了。点点点。等等，尤利姐，你的意思该不会是说，嗯，现在人手非常不足，所以这几天委托加点油咯，连小娜都去巡逻人了，真是感到欣慰。这也是没办法的，希娜加油吧。我是没问题的，你的体力还可以吧。等等，你刚刚说娜塔副会长吗？怎么了？为什么这个反应？娜塔副会长他塔娜姐在广场睡觉，广场睡着那个就是副会长嘛，他不是去巡逻的吗？哎，总之先执行下一个委托吧。至于赤蛇团的人，委托人等等就会过来了，到时候再跟他谈谈吧。那就麻烦你们咯，新的委托可以到外面私下单子后再来找我就行了。走走走，小奈，在把赤蛇团安置好之后，去把塔娜给我抓来。了解。一字一句大字的讲。
好，存个档，谢谢。第三个，笔记本，笔记本是哦，任务的选单。那么就拜托你啦，希娜。好像到处都可以看到女仆，哪里才遇得到真命天子？我想，想找个，好想找个男朋友。你呢？人都不见了，感觉很空虚呢。的确，这边空位置好多哦。看得出原本应该还蛮多人的哦。上楼跟下楼，上面是会长和九英的房间，不要上去好，比较好。那下楼，这真是，好久没人进来了。你很感动吗？你很感动对吧？哈哈，你呢？放心，已经安顿好了，接着就要去抓纳塔副会长了。笑，我们是不是要先去警告一下那个睡着的纳塔副会长比较好？这牢房好大哦。好，那我们就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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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发前去接任务，打怪练功。RPG 用重要要素。东边道路上曾有黑豹出没，来访道路商人们似乎都传出被害讯息，有异者请找尤利详细说明。这个呢，旧的委托单不行。好吧，那就思想。旁边的路是不是？旁边这边原本有人挡住的，所以我看一下。紧急需求食材，这里需要到东边道路寻找当地食材，有异者请找尤利。果然跟鬼机系列很像呢。一支团 A， 魔物活动越来越频繁，你们也结束了吗？在找任务。加油吧。不过最近的委托单都是关于魔物的委托，最近魔物会不会太频繁了？你们也小心点吧。不过应该不用担心，有希娜在的话，九英根本不会出事情的。怎么可能会出事情？保证没问题的好吗？他刚脸红了。有自信是很好啦，不过真的要小心一点。我知道了，我们知道，谢了。你呢？嘿嘿，小英、小娜。怎么了？没事哟，加油吧。话说，可不可以不要那样叫我啊？感觉怪怪的。好吧，我还是有点在意睡着的。哟呼，你要不要先吵一下？办，该叫醒他吗？算了吧。哈哈哈。好吧，那我们现在要去外头咯。可是外头要去哪里啊？下面吗？有大地图就好了。我在想什么？那就，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我接了。对了，要去跟那个会长回报一下，差点忘了，接得太开心了。哟呼，说到这个任务就头痛，怎么了？那两个家伙，还有你们的会长法兰德，居然把这里的食材搬走一半以上。算了，等那三个回来一定要好好念一下。总之，你们这个委托任务，详细去找旅馆的塞菲尔吧。这是他提出的委托，会长可要倒大霉了。黑豹的任务吗？怎么了？其实我也没亲眼看过，只是这几天不断传出商人遇害的情形，虽然没出人命，但从口中都是黑豹的所为。那么详细地点呢？商人一致都指出是东方小径，并不是在大道上。知道了，我们会调查看看的。那就拜托小英咯，如果商人一直遇害，对我们伊利亚德的经济影响可不好。交给我们吧。商人，女仆动了。地图，这是有吗？这个呢？原本在那边打扫女仆呢，怎么不见了？哟呼，那就先去旅馆，然后再去那个什么东方小镇。如果都准备好，就可以往南门出发喽。不过先去旅馆找塞菲尔姐吧。
自动出发的剧情，旅馆是这里吧？塞菲尔姐，这次怎么啦？这个，哦，这不是我的委托单吗？这次事情是你们处理吗？嗯，太好了，如果是九印的话，应该很快就可以解决了呢。那么，请你们到东方的小径上去采七个蘑菇。嗯，没问题，七个是吧？交给我们吧。不是法兰德在叫我喊，食材几乎短缺，这样对北方联邦和南方帝国的客人很不礼貌呢。放心吧，等等就会带回来给塞菲尔姐的。太好了，不好意思，在你们这么忙的时候，好，那啊，是九音姐姐，你好啊，小香。哦，所以我误会了，所以我第一批的时候想说是不是 bug， 可是其实是两个人的对话。不愧是中央都市，要撞上了。这边的对话好像没有差，是说这首 BGM 有人听出来的是遇见，然后广场这个唱的人他唱的就是那首歌的台词，难怪我觉得好耳熟，是不是哪听过？南方这里吗？嗨，九音要出任务了。嗯，是啊。那什么时候才要跟我吃顿饭啊？顺便到处玩游山玩水。嗯，怎么了？一起吃顿饭不是很好吗？点，好像不太愿意呢。小九音好冷淡，诺亚。嗯，啊，出来！哇！那个落叶太棒了。也太豪华了吧！刚刚才回来的，现在又要出发了，没办法嘛，现在人都跑光光了。都是你没问题吧？嗯，没事，只要不使用武装，体力还 OK。嗯，那就好。不行，记得要先讲，可以休息一会儿。我倒是觉得主动跟去的人八成是小偷了。仔细想想，人那么多，相对的事情会减少。你其实在后面没有跟上，对吗？好了，别闹别扭了，赶紧去东方道路吧。任务内容是收集蘑菇，还有打倒黑豹。哦，这个落叶飘动的效果真的好赞哦！我好想去问作者怎么弄的，教一下。他刚刚说这个地图是分歧点，也就是说这两条路应该是通往不同的地方吧？嗯，看一下，这里是到哪里？道路哟，不是这里。你该不会想乘船冲昏头的，不小心而已啊。它会自动帮你挡下。那应该就是这里。放下你手上的香菇，这是有毒的。所以这个香菇也可以调查了。不能采这里的香菇。东方道路，这边就是。会有一些打怪的要素。各位有没有看到左上方那边？那个应该就是任务点。嗯，如果这是现实世界的话，我得立刻赶去。但是这边是 RPG， 所以我想探索一下再过去。然后我现在好像回不去了。等一下，这是 bug 吗？还是？我会就这样回不去吗？而且这里的色调明显就改变了。变晚上了吗？怎么这样？我真的回不去嘞！那两个人怎么办？会被咬死嘞！有些激动。左边还有那个道具的那个，做的真是细致。
少了，先休息吧。嗯。那我还是很在意左边那个人，他们会死掉吧？继续前进吧。好赞哦！所以他是，所以他是有在算时间的喽。我好在意哦，我真的不能回去。好吧。我真的超在意的，那边就回不去了。救命啊！金探号，这个新事，快点过去看看，快点过去看看。啊！只是小猫咪吧？它只是黑宝，好吧？真的出现了，要来了！九一，小心点。ここは勝た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。この程度任せてください。他的样子好像怪怪的，似乎没有攻击的意愿。应该说，只要一靠近就会被攻击，似乎在犹豫着什么。これで倒れる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。那我们应该攻击他吗？既然他没有意思的话，好吧，先不要攻击。任せてください。あ、按错了。え、不按错了。あ、ミス。え、挥一下就反应。これで倒れる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。不死掉。任せてください。任せてください。これで倒れる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。任せてください。ここは交代だ。ここは、あ、逃走了。跑掉了。前面有小洞穴。进去看看吧。哦，这边也有风吹的。哦，这个落叶真好。好想问作者。这边不让我过去。好吧。也就是说，我现在就只能进洞穴。里面似乎很黑，先弄个火把吧。好了，小心灯在我后面，别摔跤了。我又不是你。全伤。对，冲啊！小径洞穴，这一年大大的感觉好恶心哦。不知道有多久没来这里了，不过这以前好像是……喵。声音从右边传出来，那果然是猫吧？它其实不是豹。这是什么？毁损的石碑，一个破弃的石板，上面的字已经不能辨识了，似乎是人为破坏，有点在意。这个呢？损毁的石像，肮脏老旧的碎石像，以及充满灰尘的魔法阵，看得出来已经荒废很久了。这里呢？一个破弃的石板，上面的字已经不能辨识了，似乎是人为破坏。这边可以走吗？这座桥格格不入呢，我也这么觉得。有个箱子。一个破弃的石板，上面是非常的脏乱，有刻意被破坏的倾向。得到金币一百枚，才一百枚哦，一件防具200块。哎呀，鸡排坦哦，前面好像有怪。呜呼！这个是危险！阿布莱，快点救他！上吧，勝利を目指して頑張りましょう。史莱姆，走！黏黏 A， 鬼扁黏黏 B， 密斯，一个，一个哟，欢迎你。
同人快要死掉了。任せてください。上啊！行くわよ。辛苦了。啊！ありがとう。ありがとう。あ、行くぞ。よし。行くわよ。刚才怎么？火焰弹。任せてください。行くわよ。你的准度也太差了吧，同人。你不是双刀流，你不是双刀流吗，同人？行くぞ。瞬间。これで倒れる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。102。任せてください。交给我吧。行くわよ。行くぞ。什么？拯救小兵程度？啊 ，NP 没了。行くぞ。行くぞ。いいです。Level up， 剑技金图，剑技图刺斩，光之盾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已经不行了吧？那只黑豹啊，被打死了。母豹啊，好可怜啊！他跑走了，我想已经结束了，帮这只黑豹立个墓碑吧。嗯，我把它抱到外面去。啊，就这样被打死了。哎，啊，他妈妈就哎，这是死路哎。好了，为什么他只不过是待在那里，为什么要被魔物夺走生命呢？他刚也没有伤害我们，也没有伤害那位先生，可他为什么要遭遇这种命运呢？把旁边的蘑菇踩一踩就回去吧。嗯，一个生命的灵魂永眠于此。啊，小黑豹，小黑豹死掉了。包包，啊，会不会是刚刚那个人的？嗯，可能是吧。总之，我先带回城里好了。旅途小包。啊，就这样死掉了。需要这个看颜色看起来比较土的。ザコはそのまま引っ込んでいろ。都快忘记，应该是会自动落地。看一下新的瞄准落点斩击，敌人将会下降速度，防御各20%，持续5次启动。以高速进行致命一击。これで倒れる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。光之盾，我方全体挡。抵挡下一次所有伤害88，哎，这好强，超强！史莱姆，任せてください。任せてください。金图26，行くわよ。攻略14，任せてください。素晴らしいです。巴西的，哎，这条路什么时候坍塌的？不知道，上次来到这里是一个月前了。嗯，应该是最近的事吧。游历会长似乎没收到消息，回去问问看好了，或许跟魔物有关联。
然后有个蘑菇在哪里？猜不到。这个，这个，这个也是，这个也有。ここは勝た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。好懒得打。行くぞ。お任せください。哎，这里是到哪里去啊？哎，好长哦。哎，啊，不能。哎，这里也有吗？这里勝利を目指して頑張りましょう。任せてください。お任せください。哎，这里还不能走的意思。那上面呢？我还是好在意哦。我现在回去了。進みます。よろしければ援護。我想回去的话，那个被怪物袭击的老人跟小孩，他们还活着吗？已经经过 一天一夜了。好吧，等我啊！我的蘑菇六个，好像要七个。那哎呀，勝利を目指して頑張りましょう。行くぞ！ここは交代だ。已经七个了，可以回去找塞尔啊塞菲尔了。九音的情绪好像一直都很低落。ここは勝た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。行くぞ！大风大阵风是大阵风吧？これで倒れる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。大阵风。素晴らしいです。あ、可以回来了。ここは勝た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。行くぞ。ここは交代だ。哎呀。雑魚はそのまま引っ込んでいろ。超狗就在前面。行くぞ。ここは交代だ。ここは交代だ。東方道路。老人与小孩、等等我。勝利を目指して頑張りましょう。頑張りましょう。行くぞ。ここは交代だ。我救不到你们了吗？勝利を目指して頑張りましょう。任せてください。没有没有没有，通往中间的路哎。是这条没有错吧？雑魚はそのまま引っ込んでいろ。行くぞ。これで倒れる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。お任せください。那个老人与小孩呢？真的不见了，好像不见了。勝利を目指して頑張りましょう。任せてください。ここは交代だ。这是告诉我们，不要急着前往下一个地图。好吧，那我们这一话就结束到我到工会去回报任务，然后，出发了。好，必须振作。搞不好真的只是结界太久了，功能失效了。在这期间努力一点就可以了，不要想太多，不要想太多，跟以往就一样就可以了。可别忘了我呢。不过真的有点累了，哈哈。不过我也是，连续出两次任务，现在只想回家好好休息呢。不过还是赶紧回报任务吧，顺便把魔物的消息跟尤莉姐说明一下。不过在这之前，先去旅馆找塞菲尔姐吧。走吧。多了一个人，回来了，小九音，要不要明天去哪里玩？不要，诺亚肯定在追九音，然后九音对他一定都是不理不睬，必须加强守卫。被连续发73张卡，你还蛮努力不滞的嘛，诺亚先生。坚持下去是好事。现在时间点是黄昏的。
他刚刚是诺亚。希腊九阴星王，你叫诺亚啊？那后面这个人呢？你也叫诺亚？你们是 say 好的吗？好吧，不管你了。雨熙，最近真让人不安啊！你们没事吧？不过最近外面的状况真让人不放心。是啊，不过我想应该没事才对，只是几乎不能外出了。看来魔兽问题严重了。啊，遇到魔物又遇到动物，怎么这么倒霉啊？咦，你是？啊，想起来了，你们没事吧？咦，你在说什么？就是那个啊，那个之前的事。当时我被黑豹追，不过却没有追来，是你们帮忙的吧？哦，你就是之前那个人吗？应该没事吧？可多事了，没多久又遇上魔物，幸好有人帮忙，应该是工会的人吧？身穿白色斗篷的女性。白色斗篷，工会没有这么穿着的人呢。对了，你当时有掉东西吗？齐娜，那个小包包。这是我的，没有错，原来掉了出来，真是太感谢你们了。我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们，我把这个给你们好了，当作我的一点心意。不用了，只是这点小事而已，请务必收下。我知道了，获得了水之耳环。哦，总是有东西。看一下，战斗用全部，哦，应该是装备护具。富有水魔力的耳环可以抵挡 20% 的水属性伤害，魔法防御加4 20% 的水属性伤害，还蛮强。前几天看到奈追着塔娜跑整座城，现在 想起来还是很有趣的，辛苦了。人物的对话都变了，可以从这一点看到作者的用心。这两天每个人都面有难色，希望我的音乐可以给他们带给他们一点朝气。没问题的，我可是大哥哥你的粉丝哦。 Daisuke 沙夏啊，九一你们也回来了吗？平安就好。这两天魔物不断的跑出来，闹得非常凶，相信你们也知道了，最近要多注意一点呢。谢谢你，要小心点哦。人物的对话全都变了。听说怪盗来到伊利亚德了。怪盗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，该不会你就是怪盗吧？连续剧都是这么演的。外地来的商人啊，现在这种情况要怎么回去啊？好像只有女仆依旧扫着地啊。任务辛苦了，你也辛苦了。那就回报完任务之后，我们这一批就到此结束喽。太高了。塞菲尔姐，好了，这是你要的香菇对吧？啊，蘑菇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个，太感谢你了，九一。不会啦，小事情而已。有了这个，料理就会更加美味。作为打理，这些给你们吧。提醒：以后蘑菇有两个的时候，可以换一个食用蘑菇。获得了食用蘑菇乘2。齐娜吗？欢迎。对啊，欢迎下次再来。不知道这边的人也变了，真担心会不会发生十年前的事情呢？好棒哦，每个人的人物都变了。听说帝国那边也出现魔物了呢。真的假的？你专注怎么讲？这种重要性应该就不会变。这个呢？魔物吗？就是这些该死的魔物夺走我的老婆。不愧是中央都是伊利亚的，伊利亚的真地方真不错。爸爸什么时候回来了？大概在两天左右了。爸爸会不会有事啊？怎么会呢？爸爸可是工会的人哦。旅馆的人对话也都变了。不好意思，不会。要不要委托工会护送我回帝国呢？每天来这里吃饭，不知道会不会记得我呢？你在暗恋谁吗？你知道北方联盟吧吧吧吧？哦，这个有讲过了，这个应该没有变。这个呢？怎么办，姐姐大人，我似乎迷上这人呢。没关系哦，因为我也是。其实最近魔物在游荡，我们就干脆多住几天吧。就这么办吧。欢迎多住几天。女仆，这
游戏的女仆量真的非常的大呢。超级菇，超级好吃的，以后吃不到该怎么办？点点点。好，那就先到这边为止喽。感谢各位收听我的实况，我是上牙，那么我们就下一批再见，拜拜。